Be vegan, make peace, do good deeds. Heaven Godspeed. With profound, humble gratitude and love to all venerated enlightened masters, we bow to the Almighty in soulful gratefulness for gifting us with their holy blessed presence. May all beings be awakened by their divine grace. Part 1 of 4. Etc. Be vegan, make peace, do good deeds. Heaven Godspeed. With profound, humble gratitude and love to all venerated enlightened masters, we bow to the Almighty in soulful gratefulness for gifting us with their holy blessed presence. May all beings be awakened by their divine grace. Part 2 of 4. Etc. Be vegan, make peace, do good deeds. Heaven Godspeed. With profound humble gratitude and love to all venerated enlightened masters, we bow to the Almighty in soulful gratefulness for gifting us with their holy blessed presence. May all beings be awakened by their divine grace. Part 4 of 4. Etc. Be vegan, make peace, do good deeds. Heaven Godspeed. With profound, humble gratitude and love to all venerated enlightened masters, we bow to the Almighty in soulful gratefulness for gifting us with their holy blessed presence. May all beings be awakened by their divine grace. Part 3 of 4. Etc. Our programs include many languages. Please log on to our program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Nos programmes comprennent des émissions en plusieurs langues. Pour de plus amples informations, consultez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I nostri programmi includono molte lingue. Accedete al palinsesto dei nostri programmi per ulteriori dettagli.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Please continue watching to find out more. Supreme Master Qing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f our centers near you. Thank you. 现在让我们以十二万分前进的信心跟愿心合掌，我们请师父开始。 我们修行应该自己有体验才知道，没有体验呢，不简单谈哦。一个是吃饼干的，一个是广告饼干的，两个讲当然不同。这些五代超圣是我们同修都有体验的，很多人有体验，他知道了，不是师父讲的。不过师父要解释啊，为什么要顶礼大家呢？因为大家都是佛啊。 这是不同的等级啊。
不同的那个讲大的时间啊，所以不了解而已。因为皇子啊，不论他怎么小啊，他也是当来的国王，就他自己不懂而已。他自己那个皇子啊，他不知道他怎么伟大，他多么高贵。他等着讲越来越大越知道，这样而已，听懂吗？不过那位王子啊。 大官都知道他是我们当来的老板的，<笑>那我们公民啊，人民、国家人民都了解他是最伟大的。不过他就太小了，不是这样那么高，不晓得他是谁。虽然他是皇子啊，他是当来的国王，不是他随时都能变成国王啊。虽然他那么小，假如说他的父王王生。 他就马上变成国王了，不论他多大，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过，他即使坐在他的国王的国位，他自己也不知道国王是什么意思，那么隆重了。他越长大越知道，他越学习这个国王的责任，他越了解啊，国王是国家最了不起的人。假如说这样子。 即使他不知道的时候，他也是国王。每天有一位大官，有一位太师，还会教他怎么当国王，怎么治国，怎么平天下。以后他什么都会，他会变成一位真正的国王，很能干，很会盖治国家。那位太师啊，教他变成国王那位啊。 自己不一定是国王，就他就知道事情，他告诉他怎么弄而已。一样，师父啊，也不一定应该是佛。很多人那一天到晚说你怎么说你是佛，我说不是佛也没关系嘛，我知道怎么治国就好了啦，<笑>我怎么照你们知道怎么照你们变成国王就可以了，意思是这样子。 如果那位小的皇子啊，为了分别心，认为那个人怎么应该叫我，我是国王，小国王，他为什么应该叫我？那他永远不能称好的国王，听懂不懂？所以我们跟一位名师学，我们得到他的经验，他的那个能力就够了，我们不应该想那么多他是谁，他本人啊。 也不想讲他是谁，那位太师啊，有可能比国王还聪明哦。你们知道吗？一般多的国王没有太师这方面的话，他也不会治国哎，是不是如是啊？刘备，三国志的那个子中一哥，他有一天跟他的百官说哈，我那个什么兵法也不如孔明。 我没有智，不如什么什么人呐、啊？啊，外交我不如什么人呐、啊？力量我不如张飞，呵呵等等啊。不过我会用人，所以我变成国王。他的意思说，他需要很多人才，他才能够得到他要求的那个目的。同样的，那位小的皇子如果没有太师指导，他也不会变成国王。 虽然是那位太师不是国王，不过他对国王很重要。他本来是太上王的老师，然后传下去有帮忙那个小的国王治国。不过对这个名称来讲，国王还是最伟大，是不是如是啊？好，那你们是最伟大的，<笑>不是师父，师父是太师而已，那你们是国王。 师父只要让大家了解啊，我们都是平等啊，不是差不多啦。我没有感觉到我比什么人好，比什么人了不起。我每天看自己够不够好，今天做东西有没有明白？每天这样看，看好了，东西都明白了，东西都做好了，尽量做最近的能力啦，就可以睡觉了。 很多东西你们比师父好，不过有一些东西师父水会，比你们早一点水会，这个就是
怎么修行啊，怎么梵文文字心，嗯，怎么会找到自己的万能的力量拿出来用，用对自己用不完还可以送给别人。今天呢有告诉我们同修啊，师父今天在台南呢、啊、跟他们吃一点那个点心啊，那个什么龙眼干啊，我就是两三块我就累了，因为那个龙眼干好累啊，应该破，然后应该看有没有虫，然后在那摇摇摇好久才能够吃到一点点它的肉。我吃一两块的时候，哎呀算了，累太累了，多工作小小结果。因为这个肉体啊有限啊，你们不要有一个幻想啊，不要有太多幻想，跟师父学不能有太多幻想。这个肉体啊它有限嘛，没有一个肉体啊可以通通做1108的事情，他能做一些事情而已，另外一些事情他不会做。不然的话我们太忙了，还好还好我们没有那么多能力，不要失望。我们越笨，那个上帝那个道是佛菩萨越疼爱我们。为什么呢？因为那些笨的人他们很谦卑，他不会骄慢，他不会说、哦、我是世界的肚脐。你们知道这个意思吗？肚脐是最中心嘛，懂不懂？嗯，世界世界的肚脐表示说最重要的人，最中心的啊，人家都应该注意的意思。嗯，笨的人呢、啊、比较简单得到，学问越多越有问题。所以我们看，我们比较一点点看看就好。假如说神秀大师他学30多年，跟他的师父学，他什么经典都知道，六祖慧能啊他一点字都不懂，他一进来就马上拿一拿破走掉了，大家在那里、哦、好惊讶彷徨。嗯，释迦牟尼佛他什么学问都有，文武全才，那个光荣荣华富贵都有，所以他应该修6年，不是修行应该那么长的时间，也不是修行就可以很快成佛，这个看我们自己的心多单纯，信心多高长。释迦牟尼佛在说信心是万法功德之母，我们只有信心高长我们什么都会得到，要有信心高长的就跟没有信心一样才好。如果我们自己还知道我们有信心很高长的话，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信心高长的，懂吗？哎，懂就好，懂就好。耶稣基督也说任何时间你们要求上帝给你们什么东西，你们应该心里啊非常相信上帝会给你们那个，就你们会得到。你们得到多少就看你们信心多大。我们为什么那么简单东西做不到呢？因为我们成见太多，习不完，今天习明天又有另外，昨天呢、啊、还没习完呢、啊、昨天前天呢、啊、慢慢那些成见是从哪里来呢？一般多是从学问来的。我们学很多对我们没有用的事，我们看很多对我们没有用的书，我们参考很多对我们无法了解的经典，然后我们认为我们了解了，有一些地方比较简单比较白，我们认为我们了解了，然后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得到那个，所以我们听说毗婆达陀是最诽谤释迦牟尼佛那个人啊，我们听说他
每天常常找办法害佛，我们现在还感觉到很生气。我们叫他的名字，就来用不尊重的口气，是不是？或是我们听说以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还有什么六位那个外道啊，老师啊来互相供起释迦牟尼佛，我们一看见我们就。 生气跑出来了，是不是？我们叫他是那些外道的老师，外道的六师，我们讲那些，懂不懂是为什么？然后我们黄瓜释迦牟尼佛，我们世尊，<笑>那些外道诽谤我们的世尊，<笑>啊，就马上感觉到有介入了，介入他的事情。 诽谤是诽谤释迦牟尼佛，懂不懂？跟我们也没有关系。还有他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也不在乎嘛。然后我们认为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那些外道是魔的。<笑>那我们开始多偏向释迦牟尼佛，然后看他的体验，看他徒弟尊重他怎么样，那我们也开始做一样的。 很好，很好，就是我们忘记一点，释迦牟尼佛走掉了，他不在这里接受我们的尊重，接受我们的赞叹。假如说我们父母啊过去了，那现在我们要对他多么孝顺，有没有用啊？我们要供养他很多东西，他能不能吃啊？不能啊！我们给他很多衣服穿，他会不会赚啊？ 不会，同样，一位佛多么出名，多么有力量，他走了就走，他去另外一个境界，教育另外一种众生，教育他已经过去的徒弟，啊，跟他们的徒弟在那边，有一些徒弟还没有证很高的等级，他继续教育他们那些徒弟，他们现在在那些无形的世界。 他们试图，那我们看他们的过去的那些境界了，就我们认为我们满足了，我们认为只有他和他的徒弟才能够享受那些境界。那我们每天迷失在里面，就我们忘记他讲是什么意思，他讲什么话。跟刚刚我们为在家菩萨有讲，他说我们应该找名师，找佛的意思。 应该去找在世佛，我们才能够意识解脱。他有说放下什么屠刀，立地是嘛？意思说，即使屠夫啊，一放下刀子，悔改啊，正道就可以马上成佛嘛？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为什么我们善良的人不能意识解脱，不能马上开悟呢？就不是师父说谎语的。 自古以来，名师都答应我们这个事情啊。他们名师来这里，只有这个责任而已，令人马上开悟、意识解脱。他们没有另外一个工作。真正的法师是这样子，得到法的老师，然后可以传法给人，所以说法师。我们法师啊，出家人啊。 本来出家人只有一个工作而已，就修行，是不是？是。嗯，如果我们是净土的法师，那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是不是这样子啊？那我们是密宗的法师，那我们念 Om Mani Padme Hum， 我们拜每天几百拜，啊。那我们修禅的法师，那我们每天打坐啊，禅公案。 假如说这样子，就过来的生活了。法师就因为得法嘛，然后自己修行得法，再算法师，然后能够传法给人，所以专老师。法师只有一个责任，就是修行和帮忙别人修行而已。除了这个责任，我们没有其他工作了，因为我们已经看透世界了，才要去修行，是不是如是啊？啊，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有他的工作。
假如说当英文的老师，那应该去教人英文；当医生，那应该去救人的病。当法师，应该自己修道德法，然后应该把这个法传给人。如果人需要的话，如果人来要求的话，是不是这样子啊？好，那我们当法师，那我们应该做我们责任，这样子而已。如果没有做到这个责任，就不算法师了。最少我们自己应该修行，也不应该去度众生的。度众生应该看那个有缘啊，有缘，是不是我们跟很多人有缘？那我们可以帮忙他们。如果我们没有跟人有缘，那我们不用，意思这样子。不过自己应该修行，我们不能介入世俗的东西，也不能为了任何的理由借口想办法伤害别人，是不是？好，这个是很清楚了。所以自古以来，我们看任何的法师来世界，都是答应人家意识解脱，马上开悟。没有一位名师到现在出名没有讲这句话，任何的名师到现在出名他都讲一样的，你跟着我走，你可以得到光啊！耶稣基督说什么？ I a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those who follow me never walk in darkness。 他说的意思是什么？你们知道哈，我是世界的光灯，任何人跟着我走，永远不在黑暗的里面。他意思这样子，马上这样。他有时候相信我就可以升天，可以得到天国。释迦牟尼佛也说这样子，他说佛很难找，很难遇，碰到佛是很大很大的功德的，很大的福报的，碰到佛一定解脱。佛的意思是名师啊，一样啊，跟耶稣基督讲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少的所谓的修行的法门，假如说有些人去拜山拜水，有些人去找山，是不是去拜拜那个哈、拜拜那个灵感的出名的那些地方啊，比如说菩提道场啊、耶路撒冷啊、那个穆罕默德的那个麦加等等哈，他们认为这样子就也是算修行，每天忏悔，但是每天拜拜，每天祈求佛菩萨、耶稣基督、念经拜佛，都是算修行。这些东西啊，这些所谓的修行的方法有用，不是没有用，就是对那些渴望解脱永久不生死轮回的人没有用而已，没有大用。因为那些会变成福报，我们拜山拜水拜舍利，该塔供养，该寺庙供养，那个出家人等等，都有很大的福报，很大很大的福报。那么大的福报可以让我们升天堂，享受很快乐的那个情况，好久好久，有的人升天好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了，因为那些大的福报。再回来世界还是很漂亮、很好看等等，很善良，而且这是很大的福报，还有很富有、很富有。不过这些东西绑我们在三界以内，在三界以内不让我们解脱。假如说我们想要解脱的话，那些福报对我们没有用。假如说我们只想要福报而已，那些行动对我们很有用，很有用。我们想要富有的话，那我们做布施；我们想要漂亮，我们做赞叹人，做盖寺庙，做盖佛像，做供养出家人等等，我们会变成漂亮、富有、有地位、有权力等等，生生世世富有，很多事富有，升天也很
快乐，不杀地狱等等。不过我们想要解脱的话，那些东西是第二重要而已。因为我们要解脱啊，我们应该走另外一条路。假如说我们要从这里到高雄，我们可以开车，可以坐火车。不过我们想要到美国，那我们用飞机或是用船啊，不能用一样的开车到海边去啊，到海里面去。或是我们要到月亮的话，应该用飞碟，因为我们要去不同的地方，应该用不同的工具，只有这样子。那想要下地狱的话，那当然大家都知道怎么盖了，知道不知道？不用师父讲哈，这个太简单了。所以圣经在说 The road to destruction is very very big and wide, and so many people will walk therein. The road to freedom is so small and very few enter it. 也是说领我们到破坏我们呢，这个路啊，伤害我们那个路啊，是很大很宽的，很多人会跑在里面。那个领我们解脱的路很小很窄，又好小人走这条路，所以很多人喜欢修行的人才不大喜欢师父的法门，因为又要吃素，又不能杀生，又不能邪淫，就一个丈夫一个太太而已，然后又不能说谎语，那怎么做生意呢？是这样子。然后那不喝酒，那人家会认为我不是大丈夫，所以很难。所以好几个人跟师父讨价还价，我什么都会，这个喝酒不能啊，不能断啊，因为要陪人家做生意啊，做关系啊，应该陪人家喝酒等等。我说不应该啊，不应该，这个没有什么借口了，不应该，人家不会勉强我们了，今天人家都自由了，只有我们自己啊认为这样而已。假如说有一种那么坏的朋友一定强迫我们喝酒的话，那我们可以丢嘛。以前师父也活过一种社会的生活，社交啊。以前我的先生是医生嘛，我们的朋友都是科学家啊、律师啊、什么技师啊、医生啊，都是那些啊，我是老师、大学老师等等那种 professor。然后我们常常有宴会啊，不过我们是我们的，他们是他们的，他们很高兴啊，常常陪我们吃素。真的，我们也不应该跟着人家走，我们有自己的独立的权利，然后人家会佩服我们，又跟着我们走。以前师父也有去工作，我在弘誓寺工作，也好多人在那里啊，我不是一个人在我的办公室啊，很多种类的人都有，他们都知道我叔叔。我们开会的时候，他们就弄书给我吃，不弄我也没有要求，我自己带便当，大家都知道。我自己也会带书给他们吃，小东西啊，然后分给大家吃，大家高兴，没有一点问题。你们不可以说师叔影响我们的地位，我是社会的那个工作，不可以，因为我有做过。你不可以说因为我常常旅行啊，就去外面了，师叔不方便。我也有去过，我有去过30多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我开荤的，这个还没有出家以前的，在家的时候的年轻了。我有去跟以前先生走也有，一个人走也有，通通没有一点问题，还滑到现在。表示说你们也可以，师父告诉你们自己的生活，让你们知道你们不是一个人做的，我都做过了。
才知道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问题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安排，不让人家产生一种我们强迫他们，不是我们怎么怪怪的那种人呢、啊？我们应该正常啊，普通的，很简单，很精良是书，理所当然的。那大家会感觉到我们的那种勇气，那种自信的那种自然的气氛，不要变书书，一变躲躲藏藏起来、啊、不好意思让人家知道，又说谎语说没有没有，我这今天 不舒服，这是书而已。当然人家感觉到不舒服，懂吗？我们应该有自信，我们应该有自然的风度，我们是什么东西不关任何人的事，主要我们自己工作做好，人格做好，责任都弄很清楚，没人讲什么事，他讲什么我们笑笑声声就好了，没事，说你是你，我是我的，是不是？我们不要为了一个两个朋友啊，然后就找借口。因为我告诉你们，你们死的时候啊，没有朋友来帮忙你们哦。那个时候没有人来替你说，哎呀，阎罗王啊，你不要对我的朋友那么严格了，他为了我喝酒吃肉的，你要处罚就处罚我，你要放在地狱的话放我，那放生他，有没有人这样讲？没有，没有。所以我们不要找借口，找借口修行，不要找借口不修。昨天有一个人问很好的问题，他问我们修观音法门除了利益自己，有没有利益别人和那个无形的众生？我说有，有利益自己，利益现在的父母和家庭，有利益五代的六代九代。他说众生无量无边啊，怎么度得完？我说你先度你自己和你的亲人，因为别人他不想走，是不是这样子？你不管他们嘛。假如说我们看小孩那么多，每一年都生小孩就来，我们说我当老师什么到什么时候才叫得完小孩呢？都不叫了，能不能这样说？不能啊。我们做我们的这一代的小孩，我们叫他就好了，别的代有别人叫，不能为了生生世世都有人生小孩，就我们放下我们的老师的工作呢？是不是这个不合逻辑嘛？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自己修，然后别人会有利益。假如说每一个人自己修观音法门的话，那通通都走了，那我们也不用想众生无边了，不能度，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你们还在这里等嘛，每个人一直等别人修，然后当然没人修。请问师父，假如弟子只因为想往生的时候能够超三界才学习观音法门，这样子是否犯了贪戒？怎么贪戒呢？不会啦。假如说每一个人都这样那么贪的话，佛菩萨会高兴来不及。贪是什么呢？我们贪恋这个世界，我们贪名贪利，贪那个世俗的地位才说贪。我们放下嘛，我们想要走开啊，这怎么算贪呢？啊，也是算了，是算大贪。大贪比小贪好。好，那我劝你们，如果要贪的话，贪大一点，贪三界以外，不要贪小小这个世界就对了。没关系，这个贪可以。请问师父，为了让自己能够对观音法门更了解、更精进，请问师父，是否可以抛弃我的家庭和事业，来跟随师父身边？不应该嘛，不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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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太太有丈夫怎么行呢？你走没关系，那个另外一半他会很懊恼。不是，我们父母也应该奉养。假如说你没有父母，没有太太丈夫，没有小孩，当然可以啦，不过也不应该的，不应该啊。
假如疏通没有责任，或是父母准一，没有丈夫太太，没有太多责任，可以，可以。不然的话，也可以继续做在家的菩萨，奉养父母，做我们的社会的责任，也是一样可以修观音法门。因为今天有录音带，录音带有书，有钱可以跑来跑去看师父，每个礼拜同修都来，苗栗跟师父搭帐篷住，一起修行，你也可以这样子做，不应该每天在一起。请问师父，我喜欢吃素，可是父母亲硬要我吃肉，为了要孝顺，不吃也不行，可是在修行上却犯了杀戒，在这种两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办？麻烦。如果这一次你没有结束这个问题，下一次也是一样。因为每一次出来都有父母才能出来嘛。那最好这一次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跟父母好好爱心沟通，跟他们讲科学的方面，吃素没有伤害身体。因为有的时候父母怕我们吃素不够营养，我们把那个大香啊麻，或是出家的胖胖大大红红的那个那些胶片啊回来给他看，说这吃素没有问题。吃素有的时候父母怕我们出家，说吃素不是出家的，我不想出家了，跟他说我还想结婚等等啊，然后就父母也安心啊，就不会阻挡我们了。应该了解父母的爱心，他们要做什么就是为了我们好的，并不是说他们有什么恶意，怕小孩不懂吃素不够营养，或是要住家然后离开父母，他们为了爱心而阻挡。所以你好好沟通，好好跟他们解释就可以了。请问师父，我还没有印心，不过打坐能在心中看见白光、红光或者黄光，光的意思是什么？请师父开示。这个不错，这个不错。就表示说你可以看到自己的一点点自己的本来面目。不过还有很多东西你还不了解。所以还是要修观音法门，然后一步一步看你的进步到哪里，师父会指使到那里，这样对你比较好。一个人修，即使有体验也不懂。请问师父，释迦牟尼佛是不是有分别心？为什么特别喜欢欧南？为什么？他走了，怎么问他呢？不是特别喜欢欧南啦，不是他选出来的。你们看经典没有看清楚。以前释迦牟尼佛有另外一位侍者，然后后来就大众又选欧南的，欧南拒绝三次不行，他就更好应该接受当释迦牟尼佛的侍者，因为大众看欧南资格可以当释迦牟尼佛的，在旁边的那个侍候的人，然后才叫欧南做的，也不是释迦牟尼佛自己选的。请问师父，佛菩萨为什么从高境界下来会忘记自己的佛性？有的人忘记，有的不忘记。在印度有一位女修行者，她现在过世了，她在印度是很出名，也是国企出名。那个人她生出来的时候，她都完全知道她生出来的，他有告诉他的徒弟，他生出来的时候，他跟他的母亲呢，完全没有这个肉体的关系啊，好像他就这样出现而已。我们也看释迦牟尼佛生出来的时候，他也听说他走七步嘛，他还可以记得。我们一般多的菩萨，有的时候他们显露那个无明的样子，让我们知道我们无名的众生也可以修行。如果每一位菩萨圣就来都明明白白他的身份，那我们会摇头了。我们说他本来就是菩萨嘛，他本来就了不起了，他就得到是
自然的事啊。哦，我这个人生就来都忘我自己是谁，我怎么会修呢？师父，我们全家都是基督徒，40年来我第一次听师父讲经，因为我想摆脱世俗，如何能定心下来走入师父的境界，请解救我，谢谢师父。啊，可以可以，没有问题，任何人都可以，无论你相信耶稣基督或是相信任何的宗教都可以，没有一点问题，印心的时刻就马上保证解脱了，只要你继续修行就好，决定是否保证印心就一定解脱，不用做任何事了，不应该换改什么事情，一定解脱，你安心。请问师父，弟子自从修行以来，大概有9年前开始到现在，随时随地，纵然听到别人说话，耳边还是有一种无法用语言可以解释的声音，请问是不是入邪了，入魔了？那个人问在哪里啊？你听到是什么种类的声音？是不是讲不是世界的语言？这个看情况啊，假如说你还正常的话，他没有叫你做坏事，还可以。不过最好不要听那种声音，因为有什么语言的声音都还不是高等的境界。OK。请问师父，我现在快70岁了，初一、十五吃素，不知道师父会不会爱我？而且我过去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情，不知道师父会不会爱我？我没有一个人不爱啊，我没有权利啊，不爱任何人啊，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没有做坏事，所以在你的左面、右面、前面、后面都是反观的。如果你说要印心的话，那应该有一些年轻的经人在旁边帮你忙，一起修行才比较安全。你一个老人啊，又还没有师叔那么清楚啊，修观音法门，有的东西我们年纪大了不大懂啊。不过，应该师叔啊，全叔。请问师父，我已经皈依别人当师父了，是否还可以再皈依师父您呢？没有关系啊，师父不要求你们皈依师父啊，你们可以皈依他，不过跟师父学观音法门就好了啦。你可以继续供养他，侍候他，跟他一起，然后跟师父学观音法门，回家默默修行，一个人知道，跟你的师父不应该有什么关系。请问师父，印心以后时常做噩梦，这个怎么办？请师父回答。你多修行以后会做好梦。这个因为我们业障太重，有的时候师父应该在梦中解决啊。假如说我们做噩梦，表示说我们业障太深了啊，师父因为不忍心呢，让你们在圣华外面，假如说被受伤被灾难，才变成梦，懂不懂？变成梦的话，我们的身体不会伤害，我们不会死掉，我们不会有灾难，我们只有在梦中体验到我们的业障而已，所以比在外面好啊。就表示说我们业障太深，定业就不能改了，这一辈子假如说我们被人家伤害被灾难，这个没办法改变了，只好放在梦中里面让它消除这样子。所以你过一会儿以后多说修观音，就会变成好的梦了，然后完全就没有梦。请问师父，要做佛的弟子
是否一定要修观音法门？因为我现在正在修地藏法门，有没有冲突？这个地藏王经呢，可以念，修观音法门可以修。地藏王经里面都讲什么？你们知道吗？都讲地狱的情况，都讲地狱有什么什么痛苦啊，做什么业障，应该下什么地狱，为什么什么刑法。如果你要念，可以，没有关系。请问师父，修行能修成大丈夫相吗？能啊，不过恐怕你还不晓得大丈夫相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是女人，想要变成男人的话，恐怕你会失望啊。因为我们不是变改这个肉体的，变改我们的那个化身啊，懂不懂师父意思啊？是大丈夫相啊，不是男众的，而很漂亮、很庄严呐、啊，很值得人家赞叹、恭敬那个相。不过要得到这个相，我们有个修行才看得到，不是普通的人能看到我们有幻改大丈夫相的。所以即使我们修行成佛成什么，也应该有一个人他有眼睛看到我们，他们才知道，不然的话没人认识你了。所以大丈夫小丈夫相都没有大问题。请问师父，在印心以后，因为没有时间修行打坐，会受到处罚吗？没有受到什么处罚啦，就是不进步，不进步要浪费那个印心的力量。假如说你跟一位印文的老师报名，要跟他学印文，那么他叫你第一的科目、第二的科目，你都写下来啊，你要交钱给他。不过回去你没有练习，那个对你有没有用啊？啊，赶快的艺术，嗯。请问师父，如果修行以后，那我们的境界看事情都看淡了，那当初我雄心也很淡了，那对社会有没有什么帮助？有帮助，有帮助啊！不是这样子啦，不是看东西都淡了，变成白了，变成淡白这样，而我们不执着心而已。假设你当大官，你的那个期望就是越来越升官啊，然后你跟师父印心完了以后，你就没有那么热烈的期望啊，想要升官，升就好，没有升你也很满足，并不是说你没有当官，并不是说你马上退休回去跟师父出家，这个我不接受啊，那当官继续当更好而已。不过没有执着结果，我们尽量做我们对国家的责任。不过我们没有任何的那个目的啊，要升官要出名，不是要多钱，没有这种执着的心。假如说我们升官也好，我们也没什么那么高兴，我们没有升官，我们也没有什么微相懊恼，意思是这样子了，那个心啊放得下的，并不是说我们放下我们的工作，这个应该了解。请问师父，既然大家都是佛，为什么要来这个世界？大家都有佛心啊，大家是从佛出来的，我们来这个世界因为要驾驶这个世界，不然的话世界都荒野了，只有石头啊、树啊、草啊、动物啊，没人呢，没有生活。我们来这个世界本来要驾驶这个世界，驾驶太多就没力量了。现在赶快充电，赶快充电，然后就责任弄好了，就我们回去，然后别人就下来。 OK， 师父，那么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哦耶，最高的境界怎么讲啊？你要知道跟师父修观音法门不一定知道，因为师父没有办法把这个最高的境界形容出来，没有一个最高的境界，
越水越高，越水越没有，越水越净，越水越学不完。如果佛菩萨有一个屋顶盖上来，就不算佛菩萨了。最高的境界就是我们世界的语言呐、随便这样讲，给好奇的人听。不然的话，他认为永远修不完，他会累呀、他会感觉到很挫折。不过我们越修行越知道，没有一个最高的。所以师父在说，佛非无上正等正觉。请问师父，密宗的四倍白观音法和师父现在这个观音法门是不是相同？没有啦，我们没有倍啦，我们是无倍，无眼耳鼻舌身意的法门。因为这，因为佛说了，那个高的等的境界无眼耳鼻舌身意嘛，我们修就是这个无相法，听懂吗？师父传就是跟释迦牟尼佛讲大法严藏和六祖慧能说无相法一样，已经无相了，还有什么背啊？任何都没。不过有得到，并不是说没有就空空了，不是如是，而没有这种所谓的那个形象啊，没有那种物质的形象，没有那种世俗的我们世界所想象的那种境界。请问师父，我们天天拜佛念佛，真能往生吗？有没有人拜佛念佛往生啊？有吗？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也说没有。那第二个问题，请问师父，我们人的欲望无穷，该怎样解脱呢？无边的欲望不能解脱，是不是？师父昨天有讲了吗？应该用无边的力量洗干净。假如说对我们来讲，有一些东西很脏啊，有一个很大的桶子很脏，外面里面都脏，我们看我们的水龙头啊有限了，洗都洗不干净。不过我们的佛力更无限，更无变，所以才说佛法无变。我们这个万能的力量，没有任何东西它不能做的，任何的业障啊都可以洗干净。我们修观音法门的人，一心的时刻，生生世世的所造的业障，通通一刹那都洗干净了。因为洗干净，所以我们才得到佛光，才得到那个证悟的那个境界，才闻到自信，才闻到内在的声音，不是讲话的声音的，不是讲话，就内在很，就很美丽的、不可思议的音乐，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啊。听了以后，我们身体都很轻松，我们感觉到业障都没了，真正的很愉快。我们有一位同修，他在台北，他说他刚应心的，他说他以前学那个功夫嘛，太极拳了，然后他应心完了以后，他太高兴了，他自己一个人在路边边走边踢这样子。我跟他说，你不要太明显太过分，人家会认为你发疯。那么高兴。请问师父，往生的时候还在三界以内的等级，师父会继续教导我们，但是在上面修行的速度是不是比有人生的时候慢很多？是，师父会继续指示，不过很慢，很慢。假如说这里我们修一天，上面修三十天，一个月两三个月这样子。第二个问题，听说一般打坐的时候身体被移动就回不来了，请问师父，修观音法门打坐的时候若身体被移动或是遭破坏，是不是就往生了？不会不会，有师父在旁边，没有问题。因为不能那么简单往生了，我们这个身体和我们的灵体有一个仙呢、很亮的仙呢、但连在一起的那个仙，如果被断掉了，
才能往生的，还没有断掉不能往生。这个仙师父会照顾，不让他随随便便这样断。这个仙不好断嘞，不是用剪刀刻一刀就两断这样子，不简单。嗯，西观音法门是最安全的，因为师父随时24个小时都在方便，这化身师父不是肉身。请问师父，您如何确定您所得到的是真理的力量，而不只是神通而已？昨天啊，你们问师父啊，修观音法门那个眼睛戴眼镜会不会好？我说不会嘛。嗯，我说我能救你们那个佛的眼睛啊，让你们能看到通通所有的境界而已。那个肉体的眼睛啊，不管它啦。那个路德的水啊，可以救人的肉体的眼睛而已，不能救人的灵体的眼睛。师父的法门救你们的灵体的眼睛，又可能肉体的眼睛也会好。有的人眼睛有好，不过这个师父不保证，因为师父从来没有用神通救病。看你们修行多少，你们会得到很多利益，诚心多少，顺便啊，肉体也会有利益。这个不是神通。神通就不一样嘛，神通就马上知道，神通是能救病，能看到人过去现在未来，能呼风唤雨，能飞出去飞回来，能看到人的心，他心通等等，那些就是神通。师父没有用任何这些事情，你们都知道是不是？请问师父，经典上说我们念阿弥陀佛一心不乱就可以往生西方，但曾经有很多人修行，而且很多事都出家，但是为什么到这一世还没有到西方呢？因为他们是在东方而已。我们都误会嘛，都误会经典。我讲好几次了，在书上有讲了，那书上有没有有解释那个《观无量寿经》有没有？是第一册。第一册就有。你们请那个第一册回去看呐、啊。花开见佛那个有可能有解释。请问师父，地藏菩萨也是佛门弟子，为什么没有法师替他传地藏法门？是否师父能替地藏菩萨传地藏法门呢？能，师父传也是地藏法门的。令人解脱不杀地狱，地藏王菩萨也是为了地狱的众生，为了不要让人杀地狱，为了不要让人受地狱的苦，才传他的法门。师父也是传地藏王的法门。你们修行多了以后，就知道师父是谁，师父替谁工作啊？现在讲也不方便，你们也不会相信了。自己修嘛，试试看，看看师父是谁。请问师父，我的职业是警察，同事们拿黑钱，我个人不拿又不行，自己又无法挽回这种颓风。请问，如果是您，您会怎么办？大家收红包，他不收不行。这个也是很难受哈。那你说不收不行吗？就不行吗？没有法，不是我啊。好，因为我没有当过警察啦，不过师父很同情你的情况，他也不是警察，所以他没办法回答。那你问这个问题的人，当然也是不想让人知道你是谁，我也同情。不过师父能讲给你们听，师父自己的身份而已，我就不收，因为我替佛菩萨工作。我不是替一个断体工作，你也是一样，你替政府工作，你替人民工作，你不是替一个所长或是组长什么局长工作，所以你跟他讲，你说我不要受，这样就好了。假如说受不了，那可以换工作嘛，来做另外一个工作。请师父恒顺众生，在开示何谓无我，什么是
万物同一体。这个无我的境界哈，假如说比较简单了解的那个情况就是这样子。你做人呢、啊，不过你没有感觉到你存在，你做什么事，你没有认为你自己做，而佛菩萨做，人家赞叹你，你也没有认为他赞叹你，人家诽谤你，你也不认为他诽谤你，你是如如不动，不过每天自在里面很快乐，外面对待人有喜怒哀乐，里面自己如如不动，这个好像有两个人，不过有一个人，你吃饭啊，不过你不吃饭，你睡觉，不过不是你睡觉，你跟人家有关系，不过不是你那个人有关系，那个是最简单的了。如果讲详细的更糟糕，那修观音法门以后会得到这个等级，然后人家又问你，你又说跟师父一样。请问师父，佛说我有大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的微妙法门，不立文字的教外别传，富主摩诃迦希巴。请问师父，佛所说的正法眼藏与那个观音法门有什么差别？请师父开示。没有什么差别。大法眼藏就是我们有一个眼的宝藏，眼藏啊，我们可以开。开了以后，我们得到这个大法，我们能了解万物的大法。开了眼睛了以后，我们可以了解宇宙的境界，可以了解很多东西啊。我们常常问自己，或是问别人，没有人能替我们解释。这个眼睛啊，他会懂很多事，所以叫他眼睛也不是太对的。不过没有叫他眼睛也不对，因为他会看到很多事情。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窗帘啊，跟窗帘一样很亮。如果我们能开这个窗帘啊，叫我们进入另外一种境界，很清楚了，境界跟我看到你们一样，在这里不是跟你们看到师父一样那么清楚，那么珍藏的样子。不过别人在旁边看不到，我们可以来来去去看看那个境界，那些境界有高有低，我们今天居低的等级，明天又高一点，明天高一点，后后天高一点的境界，越来越高，到佛足的地方，到解脱究竟的地方，那最高的地方。所以我们用这个说大法眼藏，不过也不是眼呐、啊，我们可以说智慧的藏、金刚藏，而是究竟藏。我们怎么都会讲啊？不过它真正的是跟眼睛一样，我们这个肉眼啊闭起来，我们可以用这个眼睛看，看更清楚，跟我们用肉眼看一样，就是我们看了另外一种美丽的地方。我们悟到另外一种智慧，不是世俗的那种知识啊，不可思议的东西啊，我们说不可思议，不能谈论的事情。所以自古以来，很多人修行，我们不知道他们都得到什么，问他们，他们都摇摇头。那些花言的境界啊，那个阿弥陀的境界啊，那都那个就是能讲的境界的，有一些境界不能讲的出来的，这个是大法眼藏。我们修大法眼藏，我们会得到那些东西，我们会搬家到另外一个地方住的意思。有那些地方住了以后，永远不应该回来这边，那个应该用智慧了解。如果修行印心以后，家人因为不了解观音法门的利益而反对，如此他们会痛苦，这样我是不是不慈悲呢？还有，为了让他们不痛苦，我是不是等他们都了解以后才印心修行？假如说他完全不了解呢，那你等到什么时候？这看你个人了、啊、看你个人，看解脱生死轮回是重要，或是不那么重要。
看你对你那个辽脱生死多么重要。如果很重要的话，你会想办法求内在的佛菩萨帮忙你，让你有面财，让你的家庭啊多了解，也应该有很多耐心的、啊。这个很不容易的事，有的时候我们障碍太多，考验太多，不过我们应该奋斗，没有的话没人替我们奋斗了。因为我们上一次回来又有父母又有夫妻又有朋友又有帮助，这辈子应该解释清楚。不过我不大了解为什么家庭那么痛苦啊，修观音法门会不会伤害什么人啊？不会吗？职业也是做跟钱一样，也是奉养父母，也有夫妻有小孩，就跟钱一样，为什么有人痛苦？这个我不大了解。假如说你去外面偷，或是赌博、喝酒、回家打人，那个家庭可以说丢脸啊、痛苦啊。那你修行，你做道德的人，你不偷、不放鱼、不邪淫、不杀生，家庭的人本来应该了解、应该赞同才对，是不是？这个好像不是家庭哦，真正的家庭都不会这样子。请问师父，我的子女一个两岁一个三岁，我们很希望他们有缘跟师父出家，但在机缘还没有成熟以前，要如何教育他们呢？哎呀呀，以后再讲嘛。那么小了要出家、哎、还有其他的那个写还没写啊，他的意思是说那个应该让他们去受教育吗？因为那些世俗的教育啊、哦、对他修行没有什么帮助、哦、以后来跟师父出家又要慢慢洗干净他这些成见。我懂。所以他问师父啊，小孩子几岁才可以跟师父出家、哦、才不会给师父找麻烦。阿弥陀佛，我听也是很感动很感动，很小人会有这种想法，很小人。我们一般都放不下小孩，又不会关心小孩那个当来那么多，我真的很感动。不过我们住在这个国家，我们也应该尊重这边的法律啊。小孩多少岁都应该上学校，那我们应该这样做。那我们一边让小孩上学校，一边在家多教育他们，多听师父那个教育嘛。每个礼拜我们合在一起啊，还是师父去讲经，带他们去听。他们一边上学，一边学世俗的方面，一边学那个道德的方面，这样子也没有关系啦，没有关系，也是很平均的。因为我们国家没有另外一种系统嘛。那就请问师父，还没有印心的时候，他跟别人在财务上啊，曾经到那个法院去做那个公证的契约、哦、啊，然后现在那个时间已经过了，他就是说向对方要钱他都不还就对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应该是让他不还呢，还是说去控告他？控告他的话会不会造业障？因为这些财产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跟别人合伙，现在跟他合伙的那个人要收回来，要回那个财物。好，那我们也要依照法律，因为这个钱也不是你的，你看那个合伙那个人他要什么，那你跟着他做。如果那个合伙的人啊，不管他也不想要钱，那算了嘛。如果他要的话，他要告的话，那你让他告，因为这个也没有办法。我们也不能让他收业障，那个骗的人呢。不过看看那个合法的人要做什么了 ，OK？ 你跟着他做，你让他做主动就对了，因为钱也不是他，不是他一个人，啊，两个加一起，啊、哦，你的一半你能有可能不告，如果你亲戚很多的话，没关系，不过另外一半他要告了，那应该合作 ，OK？ 请问师父，在家修行有可能解脱吗？一定解脱，什么有可能？我们很多在家人已经解脱了，是不是？还有他问，是否身心多修呢？
才能解脱？身体不健康，如何突破才能够修心呢？身体不健康啊？有什么病啊？我想没有关系啊，能躺下来也可以打坐，不应该坐的，坐椅子也可以坐，每天坐两个半小时而已，一定可以的。这跟身体没有大关系，修心不是修身。请问师父，修观音法门的人死后往哪里去？是否也可以到极乐世界，或是超出六道轮回？请师父开示，谢谢。不一定超过六度轮回，不过到西方或是到东方，看你要去哪里，看你这一辈子修行多少。假如说这一辈子你已经得到西方的境界，那个刹那你往生，那当然你去西方了。如果还没得到的话，那师父会放你在另外一个境界。假如说你得到什么境界，那师父放你在那里，那继续教育，继续陪你，陪你到西方去。不过早晚会到。请问师父，想把曾经拥有的一切舍掉，但本身并不想割舍，该怎么办？那不放嘛，放干什么啊？有了就用。意思说物质的东西是不是？没有写。任何东西都有了就用，并不是说应该通通都丢掉啊才是好的，就是我们心不执着才好。有钱可以用，有好的衣服可以继续穿，不要丢掉也可惜了。就是不要执着在那里。师父意思说，万一有一天有人都偷走了，你也不要在那里哭死，意思是这样子啊，有就赚，没有就算。敬爱的师父，请问我已经是一个结过婚的女人，而且有小孩了，那还能够当尼姑或修行吗？要如何修呢？不应该当尼姑，阿弥陀佛。看当尼姑，小孩会哭死。我们在家也可以修行，我们同修有很多人都结婚了，已经有小孩、有丈夫、有太太了，他们继续这样子活下去，就每天省两个、三个小时打坐而已。早上早一点起来，晚上晚点睡觉，这样就有两个小时了。小孩睡觉的时候，工作做完的时候，又可以再做一做，然后就半个小时了，这样子而已。我们不应该变改我们的情况，我们变改内在而已。当尼姑就是他们没责任的人啊，他们的命是当尼姑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尼姑的命啊，不应该当尼姑。因为那个刚刚有人问师父，如果通通当尼姑，那没有人传宗接代了，所以有时候你们不要当尼姑，在那里继续传宗接代。主要修观音法门两个半小时就可以了啦，你当尼姑小孩谁照顾？释迦牟尼佛就不赶快啦，他是皇子嘛，他走了有好多人照顾他的小孩，我们一半多的人走了没人照顾小孩啊，太可怜了。我们自己的小孩不能照顾，那当尼姑照顾谁呢？不要逃走，在那里继续修。这边他问说，那个因为师父说应心的学生不可以接受供养，这个对象是不是包括父母、子女、兄弟？不是啊，这你们家庭的人的问题没关系了，你们本来就混在一起了，还有分别什么？就是师父啊，本来不应该收任何人的供养，为了私人用。当一位师父啊，不能因为教人了，然后拿人的东西，听懂不懂师父意思？应该给，不能拿，就是这样。就是不能贪别人的财产，不能暗示别人给我们东西。就是这个贪心呐，应该断，不要贪别人的物质。师父教你们是这样意思。受人家供养，我们没有跟人家有什么关系，没有做什么事，又没事都受人，
的东西，这个不对。师父的意思是这样子。不过我们自己亲戚朋友游来游去，游去游来的，没有生供养，听懂不懂？请问师父，为什么有人在看《金刚经》的时候就会有头昏的现象发生？是不是业力的阻碍呢？不是啦，因为看太起了，太用力看了，《金刚经》不简单了解。看了就不懂嘛，一直在那里伤脑筋嘛，十二节昏头的。如果跟师父学观音法门那样，看《金刚经》简单了解了，就不会昏头了。OK， 简单。请问师父，您对最近由卢胜彦上师所创立的灵仙真佛宗这新兴的宗教，您的看法如何呢？那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是那个灵魂的灵，神仙的仙，真实的真，佛就是佛，意思它是最真实、最真正的佛宗。啊，这样子啊，又是有灵，又是有仙的，又有佛，什么都有了哈。那我恭喜他嘛，如果叫他这样那么高兴做，那我恭喜他。我的看法就是，大家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呵呵，高兴就好。他我想也没有叫什么坏事，是不是这样子啊？也叫人做好事吗？是不是？如果你们感觉到跟他学的有利益啊，有慈悲心出来，有力量，有智慧，有自在，那跟他学不用批评他。如果感觉到他不是你的口味，那不要跟他学就对了。啊，不用讲什么事嘛，我的自在呀、啊。大家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有的人要学功夫，有的人要学太极拳，有的人弄那个什么 golf club， 那是他自在的权利啊。请问和尚，是否能消除每个人所带的业障呢？不能，不是当和尚就能消人的业障，而应该修行啊。和尚有很多种类。释迦牟尼佛在经典有讲，想不想听？有几个种类，其中有两个，一个是凡夫身，一个是菩萨身。凡夫就是他剃一个度，他穿一个衣服，他就受戒，这样子每天坐上凳，祈佛的香，我是小弟这样子。那么菩萨圣就是他们已经证道的那些和尚啊，证道的和尚能替别人消除业障，不过也有条件哦，有条件，应该那个人愿意才能替他消业障。假如说你跟一位得道的和尚学，他传心经给你，因为那个时候你们两个合作嘛，懂不懂？一个是愿意收业障，一个是愿意送给他业障，他两个合作才行，不然的话不行哦。请问师父，您常引用圣经上的话，可见您也有在看圣经，请问您对基督教和佛教有何看法？赶快，就是不开悟的人看就不一样，开悟了以后也了解了，师父讲是对。如果要自己真正了解，也要跟师父修观音法门，然后自己会知道。他们两位讲一样的事，修一样的法门，得到差不多一样的东西。请问师父，坚持跟师父一起修行，进而出家，而不管父母朋友的反对，这样对吗？请师父开示。先跟父母朋友好好沟通嘛，父母要好好沟通比较好。不让他们太相信，这个也不是师父能够替你决定的，而你自己看你的情况啊。如果不能啊，也可以在家修行啊，不要找麻烦给自己。请问师父，什么是愿力？什么是加持力？这个是经典所讲的那种名称嘛，你们念那么多经当然好混淆。愿力就是佛菩萨讲的，假如说一位修行的人，他还没有成名士以前，
他还没有得最高的等级以前，他有发愿，他说他入国，假如说他成佛了以后，他会度什么什么人呢、啊？他一直这样想，一直这样想，每天修行，放不下这个期望。假如说他一定要先度他的父母，然后先度他的太太，然后又度他的小孩，然后下来就是度他的整个村庄，因为那里都养鸡啊。假如说这样子，他一天到晚想这个，他那个愿望啊变成一种力量，然后他得到了以后变成真的。为了他每天这样那么想，他盖起来跟一个塔一样，一天盖一点，一天盖一点，这个是叫愿力。因为他一定要做这个事，每天他就想这个事情，所以他的那个愿呢变成一种力量，让他可以做得到他的期望，这个叫愿力。 OK， 加使力是一位已经得到的修行者，他自己有功德无量无边，然后他看什么人呢，那个人就有无量无边的福报，他摸什么人呢，那个人保证解脱，他踢什么人印心呢，那个人绝对开悟。听懂不懂师父意思啊？任何东西他摸到了都有那个他的时长啊，那个我们说加持力，跟一个蜡烛他已经有火了，他摸到任何东西啊，东西都起火了，摸另外一个蜡烛就马上起火，通通都起火，了解不？哎，祝贺。好，晚安。For more details and to check our schedule for language availability, please visit suprememastertv.com/WOW and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Pour plus d'informations et pour consulter le programme des langues disponibles, visitez suprememastertv.com/WOW et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Para más detalles y consultar nuestro horario para la disponibilidad de idiomas, por favor, visite suprememastertv.com/WOW y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Để biết thêm chi tiết và cập nhật các ngôn ngữ hiện có trên lịch phát sóng, xin vui lòng truy cập suprememastertv.com/WOW và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